每年临近年尾嘅叱咤颁奖礼，网上都会流出一个商台女员工嘅得奖名单。咁究竟呢个神秘人系边个呢？寻人启事，商台女员工，边个嚟噶？喂，佢搞咩？你喺度？我搵紧人啊嘛，搵紧佢啊。边个啊？即系商台女员工，你唔知系边个啊？唔知。过嚟，唉，冇咁大声，俾人听到啊！吓？唔系，我冇咁大声，俾人听到。商台女员工啊，咪每年年尾咧，都会喺网上边啊流出晒我哋叱咤颁奖礼嗰个得奖名单嗰个啊！吓？泄露晒啲得奖名单？但啲得奖名单准唔准先？准啊！跟我过嚟啦！究竟天恩会唔会带我哋出去揾出答案呢？根据我的直接统计咧，商台女员工得奖名单咧，大概可以咁样睇嘅。咁啊，准程度咧，大概就系呢个 graph 咁样 show 出嚟啦。即系点啊，天恩？你唔明啊？明唔紧要啊？咁即系话咧，商台女员工咧有以下呢啲特征。商台女员工特征一，未必一定系女人。咁有名你叫女员工，咁唔系女人系啲乜嘢？可能系假 account 嚟噶嘛。商台女员工特征二，2008年加入商台。就系咧。簡單，從2008年開始有個得獎名單啊嘛，啱啊，咁即係2008年入職咯。哇！咁都俾發現到，係咪咧？商台女員工特徵三，同組合好熟。呢個女員工啊，同啲 band 仔啊、組合嗰啲特別熟噶。你又知？你唔知啊？知啊！你知？哇！2008年嗰時啊，貼中曬組合獎、金獎、農夫、銀獎、Seventeen、銅獎、Hot Chart，唔止2008年啊。做邊年啊？09、10、11、12都好似中噶，我唔好记得啦。讲个我记得嘅俾你听好。好啊。一一年我记得。边个啊？一一年铜奖野仔。O K。银奖 Mister。金奖咁仲系边个？唔知啊。唔知啊。唔知啊。咁仲系 C All Star。哇！全部中晒。你都几劲喎。犀利啊！我记得。你咁讲，我对商台女员工有啲投诉，系我嚟啦。我老边，我老边。成日搞周围佢啊！我边啲啊？系。你知唔知咧？系。我着咗呢件衫。嗯，我知啊。因为我知道秘密。系。就系我心目中已经有商台女员工之嫌疑犯最后五强。哇！喺边？商台女员工嫌疑人最后五强，急急子、玛丽、余的伟，入职时间符合，天恩知得太多所以入围 ，Jackie 同呢组合作所以入围。我系商台女员工嫌疑人，都冇呢个人点会嫌疑啊？两个傻傻地嘅，今年啊乖乖地坐喺度睇叱咤好过啦。我仲忙过你。今年啊乖乖地坐喺度睇叱咤好过啦。